会议来到最后的这个环节了，在开始这个邀请这个重量级人物出来之前，让我先一个简单的介绍他。曾经的他是一位鱼商，因为健康亮起了红灯，而接触了双鹤事业，双鹤产品，从而改善了他的健康。然后他就来探讨这个双鹤事业，因为他细心和认真的态度。在双鹤事业上成为了一枚闪耀的钻石。他有一句至理名言：在双鹤要成为赢家，必须要充实自己，把自己变成专家，因为专家就是赢家。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这位赢家赖冠发钻石。各位伙伴们，亲爱的家人们，大家都好吗？好，下午好。再一次我的自我介绍，我叫赖冠发，已经3年多没有站在这个舞台，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舞台是高一级的，你一不小心你会掉下去的，有一点怕怕。各位。尤其是各位的领导者都坐在这里所以我今天就讲一讲我在双鹤事业这些年一些的点点滴滴，我的过去。那么谈到这个直销呢，我跟你说，我像我刚才我的下线叶金才一样，非常的反感。为什么呢？因为直销给我一个感觉就是，这些家伙。好像没有道德，拿一堆产品，干你妈呀，有吗？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过程，一种感觉？尤其是我认识的朋友当中就是同学亲人亲戚朋友左邻右里因为我有病的时候他们都是拿一大堆产品，几千块嘞，各位。我 OK 的要谁给啊？仲攞个谁给你啊？几千蚊嘅谁给啊？叫你买很好很好，你要买好在哪里没有讲？你要买，我哪里有钱买哦？这么多钱几千块哦，没关系，你慢慢供给我就走了哦。各位这样子直销，你有兴趣？你会有兴趣吗？我跟你说，我非常非常的反感。所以我在我接触这个双鹤之前呢，直销对我来说这个东西是骗人的啦，你不要跟我讲啦，这个全部是天花乱坠。把谁给他熬翻身你不帮他买，他不着啊！你怕吗，各位？如果你是遇到这样的朋友，第一个我会逃的。我以前就是这样的朋友。为什么今天我会站在双鹤这个舞台呢？这个要从我卖鱼的时候，我病的时候说起。真的，我卖鱼呢，我的时间是这样的：我早上3点半我就起身卖鱼咯。卖到下午我才回家的，这样的一个日子我维持了10多年。从我卖鱼的那段时间起我就因为太忙碌了，我连睡觉的时间都不够的。我是这样的，我卖鱼的时间我早上3点半起身，我卖到下午2点，卖到下午12点我就收单，我就直接坐我的罗里就去那个什么几根酱4根庄的那个海口，我去那边收新鲜的鱼回来卖这里的花园。我就住在这里，我就一间一间屋子就赶钟敲门，我去叫他们卖鱼的。有时回来晚上8点多、9点多、10点多，我去按他们的门铃，不敢出来，怕咩？怕钟打墙我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卖到晚上1点才收档回家。连睡觉2、3个小时都不够，我又起身就这样卖鱼，熬了一段时间。我跟你说，我的身体就出现了很严重的状况。那时候我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我很好学，我就学到什么？我学到喝酒，很凶。我喝酒的时候，我跟你说，我一次，如果这个台有一个人，我都不会走的。我就是这样的，喝得非常非常的凶。喝到我的肝脏出现问题的时候，我的皮肤敏感，
那皮肤敏感去看医生哦，你跟医生给什么？给敏感药啦。敏感药吃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哎，这个敏感皮肤敏感还没有好哦，它会加利息的。B 敏感到了 ，B 敏感到了怎么办？去请教医生啊，医生就给我一支喷的，就捅了我，很奇怪的。我避免感的那段时间呢、啊，我进不到冷气房的，因为我的人就很怕热的，又不可以进冷气房，这是很难熬的一个人生，你知道吗？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避免感的那段时间，我吸那个东西，我吸两次给我丢掉，为什么呢？毒药哦，这个字我会看，这个因为我是客家人，我讲客家话喽。客家话跟广东话华语我都不会的，因为我读书读到小学六年级我就出来打工了、啊、所以读书不成啊，所以字也不认识几个、啊、但是毒药这两个字我就看得很清楚，一吸就捅了我，哇，什么真的毒药哦，两次我丢掉，哎，一段时间哦他又会加利息的，加什么利息？扁头痛，痛一边痛到一个影哦，变两个影出来的，那个扁头痛，哎，扁头痛都吃什么呢？又加止痛药咯，对吗？又吃了一段时间哦，失眠，不能睡觉了，就这个人好像被火烧，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不能入眠。为什么躺在这里哦？一分钟我就要移动了，我就要转来转去，我的脚是这样开来开去的，好像蝴蝶这样。各位，这样的日子我是这样过的，又吃什么呢？又吃安眠药。这个安眠药原来最初的安眠药是最低最轻微的安眠药，我吃到最强的安眠药三五剂，应该吃过安眠药的人都知道，三五剂哦，由半颗、哦、吃到四颗都不能入睡，还要配四支 Kinistan。嗯，嗨，我跟你说，这个味道一流哦，喝下去的时候，哇，醉蹦蹦的就睡觉喽。不是不能睡，吃到最强的是安眠药，四粒都不能睡觉的。再过了一段时间哦，嗯，尿酸过高，因为西药太多，又喝酒啊，尿酸一高啊，我的膝盖啊就开始痛了、啊。那年我才40岁，各位，40岁就开始70岁老人家的骨骼出来了，为什么？就酸性太高了。上楼梯的时候就没有这么痛的，各位，下楼梯的时候就完蛋了，好彩没有这样推着回就80岁的了。哎，40岁大伯就80，你知道吗？所以我就是这样过来。哎，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的肠胃就不知道为什么长期拉水，这样黑色的水，好像马灶这样的。拉了水过后哦，都是冲不走的，所以我的太太。还有我的小孩子都会呱呱叫，为什么呱呱叫？爸爸上厕所不拉水的，为什么？我试过去拉，你拉蛇吃都没有用的，它不会走的，好像那个什么马扎这样沉在下面都不会走的，你要拿一桶水哦来撞的，这样的情形。再过了一段时间哦，药就吃得越来越多，医生说你这样吃哦，你不可以，你还要加一个药调肾。要吃的太多，酸性太高哦，要用调肾来中和的，各位。又吃一个调肾，吃了一段时间呢，我的肝跟这个肾脏啊完蛋，全身肿肿，肚子肿肿，那个脚像猪脚这样，人瘦瘦，那个肚子肿肿，那个脚肿肿，按下去不会弹，不会起来的，就是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形。去啊、请教医生，医生说没有办法，没办法，你的命已经洗肾的。哇，我跟你说，听到洗肾这两个字哦，晴天霹雳啊！为什么？因为洗肾的人呢，我看过最长命的哦，最长命的11年半。这个11年半的人呢，他是怎样过的？他吃得很轻，他9点半就睡觉，他的菜啊，那个肉啊，拿来撒的，你吃得下吗，各位？他拿来撒的，不是拿来炒的，拿来撒的。所以9点半睡觉，5点半起身哦，他去做他的啊轻微的运动，他每天的活动都很健康的，可以存活到11年半。我看过哦，又八姑爹又喝酒的了，2年就完蛋。各位，你说这样的一个人生啊，要怎样过呢？都是这样过了，
已经又是这样陆陆续续啊，就去看医生看了四年。医生说我的命是喜生的时候呢，其实啊，我的贵人啊，我的上线杨富顺先生啊，他已经找过了四年，没有缘分了，各位。业障不消，福不会到啊，就是业障不消，福是不会到的，就是这样啊。熬了四年，痛苦了四年，折磨我四年，最后呢，我就回来请教杨富顺，我说：“你说灵芝可以帮得到我，真的吗？”他就打开他的卦图，认真又讲，但是要十二粒，我说这两粒可以吗？你不要吃了。为什么？因为不是我要叫你吃这么多十二粒，是你的病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你要吃十二粒啊。他这样讲我就可以接受了。对啊，我病得这么严重，要洗肾的一个阶段了，吃两粒哦，应该是没有效。他吃十二粒，我说要怎样吃？一次过啊，一次过十二粒，我要吃这么多，要吃十二粒灵芝药。灵芝对我说是药咯，全部是放进口的都是药咯。哇，我吃这么多药会死吗？他说不会啦，因为灵芝啊，它可以减轻你的副作用。又打开那个，我也不知道他讲，就指给我看，可以配中药，可以配西药，又可以配化疗，又我讲很多，我也不知道他讲什么。我就是相信他，因为我看这个人蛮靠谱的啦，他的心态很好的一个人，也不会发脾气，讲话是死闷闷、慢死条理的。对。有时我听他讲话我会去这样的，为什么？我是一个比较急比较讲话比较快的人，你叫我慢慢讲我不行的。所以 OK 啦，要怎样吃？我说如果啦，你说吃的越多我的病就越快好，那我要怎样吃？我吃两次可以吗？一次十二粒，两次可以吗？可以，但是你要掺一个花粉。花粉啊，要怎样买？买 twin bag 咯，双宝咯，双宝就便宜五块了哈。我是做生意的，一便宜五块我肯定要的，对吗？如果分开买呢，买一包一包的花粉呢，你就贵了五块钱咯。我说我肯定选那个 twin bag 咯，哈哈，买了回来3200分，我跟你说各位，我后悔。怎样摊啊？十二粒灵芝，30粒花粉啊，42粒啊，我有食药。刚好你就拆开来咯，你 吞不到，拆了把它拆开来吃咯，我就拆咯。你知道我六个手指了，拆灵芝花粉哦，我的六个手指肿起来，因为我皮肤敏感的人哦。那时又傻傻的一直这样吃哦，也不会说喂、哎、你换给我咯，我要包装咯，又不会哦，都是安乐来的。所以你不要找现在的我，找以前那个安乐啊就可以了，你不要找现在的，现在很好看，我跟你说，以前啊，我整个脸烂到完，肿红红肿肿烂烂的，你看到以后就看到我会哭的，为什么？妖怪啊，整个妖怪咁样嘅样。所以啊，我就那个时候我就买3200分，就拆到我的手肿，那个过程哦，真的很痛苦的，吃到第六套，就是灵芝花粉哦，吃到第六套哦，都还没有到一个月。因为一套双宝啊，2天半就给我吃完了，12粒灵芝就30粒花粉，一天吃两次，我这样吃，吃到第六道哦，呵呵，那个反应来啊，高高梅，什么叫高高梅？由头痒到鹿角啊，半夜2-3点，痒到啊不懂讲啊，就是很痒啊，痒到不能讲那一种啊，不会形容啊，那个灵芝就。拆出来了一罐啊，一罐的灵芝哦，我拆不到了，那时候我就用吞的了，哎，那时又吞得到，奇怪哦。以前你叫我吞2粒，我就那水喝下去粘在我的喉咙下不去的，不会吞药丸，为什么？哎，这个是锁喉咙的，我都不懂，你看蠢不蠢？哎，吞药丸是这样就吞下去了。这样就吞下去了，你知道吗？我这样就锁喉咙的，你每一次就吞下去就锁了，就吞不下去了。那时候我就坐在那边就哦啪哦啪，你知道吗？哎，一关哎，我啪下去哎，还是很痒，痒。我在客厅的沙发啊，我在那边就是抓痒啊，抓到早上凌晨刚刚好5:09哦，报念经。
到了念经过后就蒙蒙光的，天就蒙蒙光，要早上了了啊，那个痒就睡退了，退了到现在哦，有啦，有偶尔出去啊，比较热的地方啊，汗出的多一点，比较痒痒，有这样的一个，但是都没有吃西药了，就是那个时候到现在没有吃过西药，就是六套推背，就是永健极品双宝，六套罢了，一个疗程的3200分，十套的双宝还没有吃完哦，就把我的这个多年的这个皮肤敏感就改善过来，就改善过来，而且安眠药我也没有吃，就是睡得很甜，就可以直接睡觉，就不用吃安眠药，也没有不用拿什么酒精来麻醉了，就没有了。那再过了一段时间，吃了一个3200分，我跟我上线说，喂，刚刚食饭唔掂噶喎，我卖那辆两条鱼，怎样吃3200分呢？3000多块呢，扣到完也要3000块呢。哎，这个数目不小嘞，对我来说，因为我不是大公司的老板呢，我是在街边杀鱼的老板呢，我是一名讲好听是鱼商啊，讲不好听汤鱼楼啊。所以你叫我吃几千块，每个月拿几千块出来吃呗，很充沛的，你知道吗？负担很重，那都没有关系咯，你是介绍一些朋友又叫我去卖东西，我都卖鱼了，你还要叫我去卖东西？他说没有办法，因为有一个这样的东西给你吃，便宜给你吃免费，你不要哎？啊，那肯定的，如果给我吃便宜，如果给我吃免费，我要。但是我不会讲，我又没有时间，我日夜卖鱼，我睡的时间都不够，我怎样去做这个事业？没有关系的，你去介绍你的朋友，你打电话给你的朋友，我去跟他们聊这个事业，我跟他们呢，就是把你啊找一些人回来，你是便宜产品，你要不要？肯定要咯，你帮我还钱袋咯，我袋我梗系爱啦，对吗？唔爱经傻噶，啊就是这样咯。哎，第一个消费者就是我的姑姑，就是我老婆的姑姑。就是在这里附近，他是开咖啡厅，咖啡店啊，茶室啊，就在这里罢了。他就去找他喽，哎，回来的时候拿了产品，进了 member 哦，但是推荐的是我的哦，哇，我说这样的东西都有的、啊，他就叫我来开会。其实他叫我来开会这几年呢、啊，我都是发呆的啦，放飞机了。我会去的，你这么近，我自己有车，我自己会来的。讲了4年没有来过的，都是放飞机的那一种了。所以啊，就在那个时候，我说没有关系，我来，我真的来，我跟我太太一起来。那时候在楼上的这个会场，在楼上哦，哇，那一场会哦，真的改变我的一生，改变我的人生。为什么？就是第一张的 OPP 图片了。就是金钱、时间跟健康，那个主讲者是这样讲的，他说一个成功的人士啊，是必须同时拥有金钱、时间跟健康的，但是这三样东西呢，每一个人都有的，但是不齐全。什么叫不齐全？同时拥有金钱、时间跟健康的人少之又少啊。我记得好像是车子金砖抢的那一场，哇，我听到这个图片的时候，我整个人爆炸。我跟你说为什么？他说啊，第三种人啊，就是最可悲的人啊，在这个社会啊，劳碌了几十年了，最后钱赚不到啊，身体也搞垮了，他的时间每天去看医生打针吃药，这一种人真是可悲的。哇，我是我来的。我听到是我来的，整个人爆炸。我跟你说，我敢活悲咩？哎，想想真的是很可悲，钱赚不到，睡觉都没有时间，又没有钱，还要满身病，不是我还是谁？我就回来，我跟我太太说，我要来从事这个双世界，我要把金钱、时间跟健康找回来。哇，他一听到，你不用想了、啊，你这个人啊，讲罢了。我的抽屉啊，你全部那个空头支票啊，一大堆啊，没有兑现过的，你讲过的。啊、我嫁给你啊，你带我去环游世界，我的身罢了啊。
我的神啊，各位，环游世界去到我的神，你看这个口头禅，他会相信吗？哇！我说你别理我，我这样的人生我不要过。为什么？我知道我再这样过下去哦，我所赚到的钱全部是养医生的，而且陈子金传那个时候说，他说年少不养生啊，年老养医生啊。哇，这个更炸，你知道吗？我才40岁就开始养医生了，各位，不是年老嘞，我还很帅的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时候，我就跟我太太说，我说太太，我一定要出来做，她熬不过我，我一定要，我的人是这样的，很硬颈的，硬颈都没人要的，所以我固执到我一定要的，她熬不过我，好。你做，你说你做啊，你叫不做不起来你就死。哇，你做不起来，我去找多两个地方给你杀一杀死你。他是这样讲我的，那我就confirm咯，我出来做咯。那时候我每个星期啊，我做7天的，没有停的。为什么会这样？没有钱啊，鬼叫你穷咩？做7天。早晚早晚这样做，睡觉都没有时间，做到整个身体做垮到完，还要喝酒，还要抽烟，什么不好的习惯在我身上发生，就是这样咯。啊，就是出来做的时候，我就跟他谈咯，我说我要瘦一天不卖淫，我一天去做双核试验。其实那个时候啊，还没有开始瘦一天的时候，我来听会场的时候哦，都已经听过一个我们双鹤的这个长者啊，已故的林生昌金砖先生啊，他在分享的时候过程说，他说那时候这里有一张桌子的哦，摆满产品的，他就指着那个蛋白质哦，我们的价和营养蛋白素，他说我们这里全部的产品啊，最快给你有效的就是我们的价和营养蛋白素，每天6包，一个月就见效，给你美美的。我老婆看着我谁咯，胡去弄哦，我回去弄了，我不搞吧，对吗？但是酸哎，390也不会贵，因为我妈的人哦，我就是我的岳母啊，她是卖烟膜的，那刚才那个尊长尊将是卖烟膜卖了10多年的，我买一次烟膜炖一次就400了，你明白吗？所以390酸不会贵啊，但是一个月的那个蛋白质哦，每天吃6包哦，一个月哦，他整个人哦白起来，整个人亮起来，哇！那些卖鱼的、买鱼的那个那些安迪啊，嚯、哦！哎呦，小伙，你食咩呢排？做咩成个唔同咗嘅，靓咗咁多嘅，系咪食鱼食得多？我太太说有啦，吃鱼也有一点关系，但是我吃的那个就是蛋白素，怎样吃怎样买几多钱哦，哎，什么都不知道，因为看到他已经改变了哦，每一个安迪来买们6盒蛋白质进一个 member， 6盒蛋白质进一个 member， 第一个月哦就赚了950哦，各位，第一个月就赚了950，所以那个时候哦，我来从事双核事业要改变的时候，其实哦是卖蛋白质上富裕的。为什么？有一个板，有两个板，哎，烂烂的，黑黑的，怎么整个人白起来，整个人美起来，亮起来的？哎，那些安迪看到他，我爽死他，你知道吗？哎，全部吃一个月就有效的，每天6包的蛋白素，各位，一个月见效，你相信吗？相信。如果女人哦，蛋白素不够哦，屁股大大的，脂肪大大的，为什么？因为很多的脂肪堆积在这里，它代谢不出来啊。我们的蛋白素是消脂的，各位，你的身材越来越美的。所以你看我太太的身材，有吗？很好看，都会肥肥的，都精瘦的猪肉，那些都是食物的蛋白素，不是动物的蛋白。如果动物的蛋白你就完蛋了，啊，这里长一高，那边长一高，啊，对吗？在这个过程中哦，
在这个过程当中哦，我来从事双鹤事业的时候，都是用什么？用零售，对啦，用零售嘛，因为你起先来到这里，你钱不就钱都找不到，你要做什么？你要维持你的生活嘛，目的就是要来赚钱，钱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我的观念就是说，我从十多岁我就是有老板弄，我就是要做老板，我不要跟人家打工的。我很小我就做老板，一直做了几十年，老板找不到钱的老板。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老板前面没有一个老板教我怎样做老板的，没有的，都没有人教我，就不就是我自己在摸索。做生意啊，创业啊，很多人都好像加这一两这个潜水艇。他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他的优先条件？有啊，有这个创业的资金啊，产品有吗？有啊，市场有产品，产品的优势啊，还有他的门面啊，还有他的人脉啊，全部都有啊。但是哦，往往啊，创业他会有这个风险的，就好像创业的人就好像驾着一辆潜水艇啊，慢慢的沉下那个海底，摸索一段时间，走上来的时候，哎，怎么没有走出火浪的？我跟你说，我去过很多次火浪哦。我从十多岁我就去火浪，去到几十岁都是在火浪。为什么？因为没有人叫我做生意。来到双鹤不同哦，双鹤的这个大家庭啊，都是这里的领导者，他们都在教你怎样做双鹤事业。为什么？都是你们。这些领导者、专事们、前辈们，都是你们用生命的累积，累积的什么？累积的一些过程、一些经验，把你们的经验呢、啊、传达给我们，就是你们的坚持啊，令到我们今天站在这个舞台的。所以讲到这里啊，我要真的很感谢我们非常所有的领导者，说感谢你们的分享，感谢你们，感恩，没有你们啊，真的我们不存在。为什么讲到做双鹤我不会做，我都是来这里学的。我学各位领导者你们怎样讲产品的，我就做录音，我回去终点我全部拿来做笔记，但是我的笔记你们看不到的，天书我自己看到罢了。乌龟我不会写，我画乌龟的。兔子我不会写，我画兔子的，乱画。我自己看得懂，你们看不懂的，又乌龟又兔子又乌鹰又飞虫，就是我都是这样做的，就是我自己可以看得到，我可以帮得到我自己，我就是拿你们的经验出去外面用的。哎，这些经验全部是可以用的，这才了不起啊！我跟你说，在传统世界啊，哎，一海地方干的，哎，他跟你讲一点点，不会跟你讲多多的，多过香炉多过拐呀，这里没有的，一点自私的态度都没有，他都是很愿意的分享他的。一个成功的经验就分享给我们，我们全部的人都很受益的。这样的一个大家庭啊，就是叫做双鹤的文化了。这个双鹤的文化很特别的，特别很特别，我从来没有感受过有这样的东西的，真的。以前你跟我说什么心肝脾肺身肺还边走，三转还你走咯，在那里我都不懂什么叫做心肝脾肺身，我都不懂。你开几支酒给我用 ，OK， 我给你个好朋友，对吗？喝酒的人都是这样，坐下来就是好朋友了。你开多几支啦，更好啊！你都是这样过来的。所以在双鹤的这一段时间，就是在零售啊、推荐和服务的种种过程啊，遇到很多奇奇怪怪，也很有趣的。哎，我遇过那个灵芝，好像高级专家这样的。哦、他看我拆那个灵芝放进那水那边，因为 coffee 还没有倒啊， coffee 还没有倒水啊，玻璃嘛，那灵芝倒下去，哇，看我的灵芝沉下去的时候，他说我的灵芝不纯的，纯的灵芝是佛面的。哇，我跟你说、啊、有些人呢、啊、站着讲话不要疼的，我跟你说，为什么？用肉眼都可以看得到佛啊尘啊好纯啊或不纯啊，我跟你说，用肉眼可以看得到的，国科会太需要这种人才了，快快去报道啊！哪里有这样的？所以，在这种过程呢、啊，我就感受到啊，有些人就是一知半解。如果你不是一个有知识的双鹤人哦，你真的给他欺负到。所以你要成为一个有知识的人呢、啊，你一定要来双鹤的会场。
你要请教你的上线，你要去艺人令，你去看营养师怎样讲产品的，你一定要进去这样看的，因为你一定要把你变成一个专家，专家就是赢家。所以真的各位，我是从一个一片空白的人这样走过来的，真的一片空白吗？没有的，那个水倒又倒不干净啊，隔壁屙来的又掺一点水下去，又捞一点以前的东西都丢进来。所以啊，我在2010年我开始从事这个算和事业，我下一个决心要来做的时候是6月份，2010年的6月份，就是13年前6月份我开始做的时候呢，我做这个算和事业就是以零售为主，就是卖咯，卖咯，哦，卖蛋白质就是卖到上副理的，哦，12月我就上了副理，恐慌副理了，啊，到2011年1月到8月，我就上了一整副理了。为什么？那时候就不同，我学会讲挂图，1到10张，哇，就一验到十张，就是讲挂图，讲挂图啊，它是一个零售最好最好的一个攻击来的，就是把那个灵芝推出去，灵芝比那个蛋白质分数高很多，蛋白质才50分哦，灵芝222分哦，那时候就攻灵芝了，最好就是攻580的咯，你知道吗？因为我要钱啊，我就攻咯，攻8个月，哇，我上了一本副理，还快到第一次的海外旅游土耳其，我就是这样fight的。为什么？我就是用零售的方式，用卖，上了一等副理，我真的没有跌下过来的，没有跌过一等副理以下的，我就是保持一等副理上，就是在那边一等副理那个期间哦，到2017年哦，都是一等副理。各位，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不会用复制的方式，在这里听得很清楚，但是做的时候做的不三不四。为什么？太复杂了，我自己做，今天讲糖尿病，后天讲心脏病，大后天讲天脂，又大后天讲肝病，讲腰子病，哇，我的下线学不来哦，太复杂了，太会讲了，最错啊，最厉害是自己厉害啊，那个下线跟不到哦，你总感觉过中医系，你总感觉过医生哦，是吗？如果你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做的，麻烦你要改哦。到了2017年，2018年，所以2017年勉强突破了，到了什么？到了专任副理，到了专任副理那一段时间呢，哦，还是停留在那边，又不上，又突破，要上专职又上不到，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两次机会有做吗？有，但是做得很复杂，下线也是跟不到，太多墨水不好啊，太犀利不好啊，不要这么厉害了，简简单单就好。那2018年的4月1号哦，我们的这个一亿咖啡计划，那开始来的时候，哇，我整个人一下子清醒了，清醒过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咖啡计划就是很简单很简单的一个动作啊，就是用复制的方式，就是我们的朋友听就听得很明白，很容易学，就很容易复制。就是在那一段时间哦，2018年的咖啡计划，一咖啡计划来的时候，我就把这个动作一直复制下去，我的下线在很短的时候就倍增，那人数啊就倍增，人数倍增就好做事了，人数没有你都很难搞了，怎样做机会人都没有，人都没有去那里两关讲咩，一大堆人又不同哦，你很多东西你可以卖出去，你知道吗？你人都没有，你卖什么东西，你讲什么东西都讲不同啊。所以咖啡计划来的时候给我一个感觉，就是放下三头牌食啊。为什么？下线不会一直打电话给我了，哎，我妈听下歌怎样啊，我妈三种有多少次我怎样啊，那你就完蛋了，这是我一个人在做咯，没有人跟得到的东西，你要怎样做你自己一个人做咯。所以咖啡计划呢，它的简单就是冲咖啡嘛，掉咖啡嘛，讲计划嘛，就是这样咯，就是这样的一个动作，它的人数就倍增哦，而且今年也不贵，就是我们做咖啡计划的那个动作，就是把生意卖出去，
以前我们是用卖产品的方式卖产品的，但是现在不同哦，他是用卖生意的方式卖出去。那再过了一段时间，上期计划来了，更简单啊，一个人找三个人的计划做期待，一万块就跌进你的口袋，就是这么简单哦。而且哦，那个我们的系统领导的古先生啊，在这个线上讲的时候，我听得清清楚楚的。其实哦，人数有了哦，他的业绩就肯定会爆的。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还说得很清楚，他说我们每天有用的日常用品，就是我们个人清洁用品。什么个人清洁用品呢？洗头水咯，冲凉水咯，洗脸膏咯，刷牙的咯，还有家庭清洁用品，那个洗衣精咯，还有万用清洁剂啦，有没有用啊，各位？我没有用，你没有冲凉的没？不刷牙，你怪人来的，有没有？他们都在用着的，这些是不用卖的，你把它转过来，你的业绩就突破了。因为人数有了，业绩肯定破了，因为他已经在用着的，这些东西是不用去卖的。我就用这样的方式，推荐一大堆人出来，这个个人清洁用品、家庭清洁用品就推出去，他的业绩就爆，一直在这边爆。所以这个过程哦，就慢慢哦，达到这个钻石的边缘啊，刚刚好那个什么啊，我们的 MCO 啊，公开放的时候啊，我就直接去我的这个下线的家里，我就直接叫他做这个三期计划，事半功倍的就一直在报，因为为什么？因为就是简单。就是简单的一个动作，他才可以把你做得很大。我就是那时候就是突破不了，一等副理六七年了，还等着一等副理不会突破的。到了专任副理也是两三年不会突破的，为什么？太复杂了。啊，发过海啊，我咩都唔识嘅人啊，变咗一个好似专家新人啊，变咗一个新人啊，很厉害的新人啊，啊那一种哦，为什么？太复杂了。把我的组织全部搞到啊，好像不上不下，所以我请教过我的上线潘吉安金砖，我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东西？所以你要学的很正确，你要做的很正确，不要学的不三不四，做的不三不四，等一下你叫的也不三不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啊，给我领悟到哦，所以复制要简单。各位有没有听过一首歌《美丽敏快手好美》？有没有？就是啊，就是简单啊，每一个人都会煮的，放点些碱水煮软啊，粉倒下去就搞定了。你要是放什么红药，要放什么发雕酒，你放多了会苦的，你知道吗？所以这一个过程呢、啊。给我了解到就是用简单啊，就是在这个啊 lockdown 的期间哦，我跟你说，我真的在两个人的面前叫救命。来，我们的何某春二专，今天你来，先感谢你来。为什么呢？在 lockdown 的期间，你知道我有多彷徨吗？那时候我已经没有卖鱼了，我没有卖鱼四年了。lockdown 的时候啊，完全全个好像世界末日这样，全部锁到完。你知道我还有公务者，我还有公车，什么还有很多东西要供的，全部锁到完怎么好？叫救命啊！叫请教何木村二专，还有请教我们的金砖潘奇安金砖，请教他们怎样好。他就搞一个什么？跟我们聊，开会聊过，就搞一个网上会议，在网上开会啊！我哪里会？你不会咩？会，连你问我搞定，我一按下去就进到，我就会咯，就是这样咯。所以在网上开了会议，这个会议是有新加坡、有印尼、马来西亚的，有三个国家的。啊，都是在网上会议，他们这样开的会议哦，啊，就是吸收那个成功者的经验，他们怎样由一个副理、一等副理、专任副理走到钻石的，走上金砖的，他们那种过程，还有他们的经验，我就在那边吸取，而且把这些经验呢传达给我
所有的下线。那 lock tower 有一个好处，有一个好处，什么叫好处？我不用再驾车去怡宝了。以前我驾车去怡宝的，你叫我上网，我让你回，我都没有读到书，两个字我都不认识的。你叫我上网什么什么，我不会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打火锅，我的下线呢、啊，他对于电脑这一方面就 very good 的，所以我就叫他，你把我做一个 zoom 嘛，做一个 zoom， 我们就在网上，我把那个怡宝的下线、johor bahru的下线、沙巴沙拉巴的下线、新加坡的下线，把它拉进网上，我们在网上来开会，有什么不明白的，我们就在网上把它解决了，有什么不会的。啊，我有一个专家，他会上网，怎样订货，怎样买货啊？我都是在那一段时间这样走过来的。如果不是这一段时间这样走过来，我跟你说，各位怎样好？停到完了、哦，人又出不到，锁在家里，每天吃都没日没夜，吃到肚子大大个，人瘦瘦肚子大大个，你又熏的，你知道吗？就是肚子很大，就到哇，整个都在那边好像发轴这样。所以就是那一段时间呢，给我学习到什么？我怎样上网？我们怎样上网订货、买货？怎样上网跟下线沟通？怎样上网做这个机会？怎样去把我们的业绩突破？就是在那一段时间，我们的业绩就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刚刚好 MCO 开了，我们就快钻石了。啊，去年我就上了钻石了，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从中有什么很大的分别？没有什么很大的分别，就是你做对了就对了。那时候我们做的不对，为什么？复制不出人，你复制不出人呢、啊，你就麻烦了。为什么？只有你自己在做，你就很麻烦。所以我们要用什么？用一个很简单、很谦虚的一个方式，就是不断把一个好主意，就是不断的重复去做，这是最好的复制了。其实啊，我也有请教过我的上线金钻潘奇安先生，我说怎样的人比较好教，怎样的人呢、啊、比较好扶持？他说做好你自己，你自己就做不好，你怎样复制人？你自己做不好，自己学的不好，做的不好，你教的全部不三不四的人出来。所以做好你自己，把自己做好，就是做双核事业了，各位。做双方世界没有什么动作，就是零售、推荐和服务方面，就是做三个工作，就是这么简单，没有别的什么招式。因为我们的陈子丁金钻，他做的组织很大，他都是做这三样动作的。因为我听他的演讲，都是这个三个动作，三个 S： 零售、推荐、服务，零售、推荐、服务，都是这样。但是你要把它做好，就是做好起先，做好我们自己。这个世界就成型了，每一个人都是把这个事情把它做好，把它做简单化，尤其是这个三期这个咖啡计划，有时我们做后会走一边的，会去卖咖啡的，你知道吗？你就变咖啡妹咖啡呆了，咖啡妹咖啡呆是怎样的变的，你知道吗？你要知道吗？来，这个开一开，我画一画好不好？好，来。把它开一开，什么叫咖啡宅咖啡妹呢？我以前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咖啡宅咖啡妹，想象得到吗？来，我画啊，你们看啊，什么叫咖啡宅咖啡妹，你知道吗？这样的，你看你的体系，尤其是新来的朋友，你看你的体系是不是这样的？有吗？我给你去卖啊，100人，看得到吗，各位？100人哦，两盒咖啡多少分？是一喝有糖，一喝无糖，52，52哦。
是不是五千两百分？对吧？五千两百分可以拿到多少个%啊？22%。1040块，对吧？可以退休啊？可不可以退休啊？三期计划就是这样的哦。A B C， 好、哦、，A B C A B C， 三个找三个就变九个，九个找三个27个，27变81，81变243，243它又变729，它是这样变出来的，对吗？啊，3×3×3×3×3×3×3。差不多10000块跌进你的口袋，他就是这样做的。一个人找三个人的计划嘛。Speed 99听说有几多间啊？各位清楚明白吗 ？Speed 99有4000间哦，全个马来西亚。每个月啊，一间分公司哦，分店啊，帮这个总公司赚1000块，好不好？有些人跟我说不值啦，我说就1000。一个月4000间，每间赚1000就400万哦。一年12个月5000万哦，光捞银跌进那种公司的口袋哦。一样样的，我很喜欢做一个例子的，就是在这里附近哦，有一个马来同胞卖纳西勒玛的路边摊，就白楼兵的。10多年以来，我都没有吃过他的炸鸡，他的炸鸡很出名。我听他们说哦，香过肯德基的，大煎过肯德基的，脆过肯德基的，还有便宜过肯德基的。应该这个马来同胞老板哦，应该他赚的钱比肯德基多嘛。但是10多年哦，还在那边炸鸡哦，头发差不多脱到完，牙齿都脱了哦，还在炸鸡哦。因为他用双手在炸鸡哦，肯德基的老板他是没有炸鸡的。他教你怎样炸鸡，全世界已经超过了10000间了，各位。每一间分行啊，炸一次鸡哦，一只鸡髀啊，1万斤啊，那是马来人做不到的。为什么？因为马来人用双手在炸鸡，那个肯德基的老板是用 key point 在炸鸡，因为他用开分店的方式。开分店，以前这些字我写不到的，我在上课写的，给我一个掌声。华语我也在这里学的，以前我不会讲的，把它港语，我讲华语的时候，很多客家话走出来的，我的下线下到，尤其是我的女儿在沙发那边跌下来啊，这两档次我都敢讲，我跟你说。都是这样哦，因为我不会讲，就是阿嘎阿嘎可以，你明白我就算了哦，就是这样哦。那一个哦，这个是卖产品的一种方式哦，这个是卖生意的一种方式哦。卖生意就是你叫回三个人，你叫这三个人去找三个人，叫回三个人，每一个人去找三个人，他的业绩就把它扩大了。我说了，这里有1000人就好了。1000人哦，有没有冲凉的？每个人有啊，有冲凉，有没有洗头？有没有刷牙？有啊，有没有穿衣服的？对，冲凉、洗头、刷牙，还有这个衣服，万用清洁剂，还有洗衣精。这你丢下去，你知道它有多少分数吗？5000块跌进你的口袋，我算过来的。我在做这个动作，就5000块塞进你的口袋，因为你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哦，你可以找到什么？找到你的增加收入，然后增加你的收入，增加你的收入，怎样增加？这些不用去卖的，这些啊，我说乘26分，26个 PB，
洗头水、冲凉水、万用清洁剂，还有这个洗衣液，有多少分？各位有没有加起来有没有60分、70分？有哦，1000人又乘60分呢。傍晚你说到你就在这段时间，你的收入就很可观了，已经你可以付他们了。我都是这样做的，最近我是用这样的方式做的，人推荐出来，这些东西推出去不用卖的。为什么？你推出去的时候，我就是跟他讲，你转过来用这个清洁系列，还有这个万用清洁机，家庭清洁系列有什么好处？你要放开那个刷世界九项奖金，你要跟他讲清楚哦，不是我凭什么要用你的东西啊，对吗？你要跟他讲清楚，你转过来你有什么好处，他有好处他才会转过来的，各位，他才会听话的。不是我听你讲了咩，冇咩建议性嘅呢条友，对吗？所以啊，刷事业他就是用简单的方式，我就是听了这个三七计划古先生说的哦，这些东西不用卖的，我就尝试去做。真的，人数，他的分数，你放几多东西下去他就爆了。如果我喝咖啡是这样喝的，一包有糖，一包无糖，还有加一颗灵芝。它的好处是什么？就是改善你血管的问题，改善你手脚麻痹，有三高偏高的问题，它会把你改善。1000人哦，10%好不好？哦，10%哦，一罐灵芝又加222分。哎，灵芝是咖啡的8倍分数哦。10%的人，每人喝两包，加营养蛋白素又加100分，这个不爆吗？肯定爆的，这个分数，不可能不爆的。但是你要给他知道，他的好处在哪里，他有什么好处，他吃这些东西，他转过来用你的清洁系列，你的家庭清洁系列，他的好处在哪里，你肯定要给他知道的。你转过来这个很好的，你要给他知道，你转过来你会有收入的，他肯定转的。所以这些都不用去卖的，古先生说的，我是代说的，各位，不是阿发哥你讲的，不是，是古先生，我们系统领导者哦，是他说的，这些东西都不用去卖的，他已经在用着的。好像他在喝咖啡的，你把他转过来喝我们的这个 CEO 罢了嘛，就是这么简单，就用最简单的方式啊，你的业绩就在最短的时间就突破了。你突破，你找到钱，你才会留下来啊。找人很容易啊，要留人不容易啊，不简单啊。找一个丢一个，找一个丢一个，有几多人来给我们找啊？玩那个条啊，玩那个条啊，我全世界人俾你玩晒都唔掂啊！我好像以前我咧，每次都做咗呢个荷兰嘅，每次看到荷兰你就完蛋了。所以在这里要用对的方式，用最简单的方式，它就是这样走出来的。又做什么？做咖啡就做咖啡。以前我们就做的复杂在哪里？讲咖啡计划的时候讲，那这个一问病你就变了灵智了，下次怎样跟？也不会说等一下我才回答你哦，我们来去谈咖啡计划的付费，就是锁这样，又等一下又心脏病，那血压高又怎样，哇，下线都很乱了、啊、所以复制不出来你怎样组织，你扩不大你就找不到钱，你就很心酸，你会慢慢冷下来啊。这里全部是一个火炉，那个汤啊你就把它拿出去，会不会烂的？对啊，我在双鹤，我跟你说，你有没有挫折？我跟你说，双鹤有挫折，但是对我来说是很煞水的挫折。你知道我卖鱼的时候，我杀鱼的时候，人家说我啊，喂，老板，你少发，你看我的汤鱼啊。因为我不是杀鱼的，以前我没有方式，我才去卖鱼的。卖鱼怎样？就是杀鱼的时候就那手脚很慢，杀鱼又有功夫的，你知道吗？你烧化，哇！你唔好理我，烧断。对啊，那些啊，慢一点，洗到不干净，又打电话来骂你的。
这个不就这个没有问题吗？问题更大，问题更多。但是在双十一，人家说不要的嘛，他说不要有原因的，为什么？为什么不要？他都没有出粮，没有钱，你没有讲清楚，他听不明白，有吗？你讲过两次，他pocket money 吧，他 pocket 有钱的时候他会跟你买的，他听明白的时候他会跟你买的。最重要，你要有一点点的墨水。你墨水都冇，我好嘅呢个食嘅，好嘅呢个食嘅，卅年前嘅人讲啊，谁不会讲，鬼都会讲啦。好嘅食，好嘅食。我以后要孙女两岁都识讲啊。好的，你要吃好的，你要吃，对吗？所以啊，在这个过程呢、啊，我们都是这样，用什么？用一个很平常、很自然的方式走过来的。啊，发哥没有什么东西的，为什么？因为我没有任何的条件，你说口才我没有，我傻一的不用讲话的，我都不用讲话的，讲话是他讲的吗？他讲夏天的吗？我是不是吗？他说砍尾刀，砍尾就砍尾，砍头就砍头咯，我的工作就是这样的，没有讲话的。所以你说要什么要爱墨水啊，我六年级我连字都不会识两个，不认识两个，我哪里有条件？我没有任何的情况，任何的条件呢，我都可以在双鹤做到钻石。各位，你们是不成问题的，你们的学历、你们的条件没有有比我差，我还是一个病人走过来的。今天我在这里，以前我是扎兜的，你知道吗？今天抓病。好了，那么今天我的分享啊，就告一段落了。有机会我们再上台，啊，我们来谈谈啊，我们的组织要怎样壮大。但是呢，还没有下台之前，我要感谢我一系列的上线，啊，感谢他们在这个事业啊不断的辅导，啊，不断的鼓励，还有在场的各位，也感谢你们啊付出的生命和时间，还有你们的这个鼓励，啊，都是。深深的一个感谢。啊，我的分享就到此，谢谢。非常感谢我们赖光发暂时这个真诚还有无私的分享，精彩吗？有趣吗？非常感谢他，再一次感谢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讲他的见证的时候，他是用他自己的生命来这个走过来，然后去告诉我们这个里面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没有毛病的话，多多少少有点毛病，还可以在选择的时候，我们就吃零食，保健吃产品保健，对不对啊？所以。